哎呀，大家今天都辛苦了，来喝点果汁茶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说，刚刚那个大爷还真能开价，100块钱一条鱼，宰不宰啊？怪我们自己没本事啊。怪你吧，要不是你忘了把那个肉从家里带回来，我们也不至于花这个冤枉钱。我的钱包不是已经为此付出代价了吗？这烤好了吗？应该还要一会儿吧。嗯，不然咱们趁这个时候玩个游戏吧。好啊好啊，什么游戏？国王游戏。可以可以，我最喜欢玩国王游戏了。那先来。噔噔噔，我是国王，那就是红桃二抱着红桃三深蹲，而且要公主抱。谁是红桃二？我是红桃三。那谁是红桃二？我怎么了？来吧，公主抱。公主抱。啊！又是亏我，又是国王。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爱我了。那就红桃二亲红桃三的脸颊，并且喝果汁茶，还要交杯的。我是红桃三。谁是红桃二？我不是红桃二。顾总监，这鱼快烤焦了。顾总监，你该不会是玩不起吧？顾总监，你可要遵守游戏规则哦。啊，算了，这局我不想玩，换一个吧。我可以大冒险。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是看你一个人跑过来取柳条，我不放心。这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就几步路。别怕啊。这事会不会太损了？万一真的吓到他呢？放心吧，江雨辰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倒是我们快点走，别被发现了。怎么了？消失了。好美啊，好想一直生活在这里。啊，天天钓鱼啊？不是，我是说在这里生活一点烦恼都没有。你现在
有很多烦恼。嗯，也没有啦，我就是感叹一下。你是不是看到了网上关于花枝奖的评论？你怎么知道？等等，我怎么闻到有一股咸鱼味啊？小心！哎呀，谁让你跟我聊天了？不知道开火的时候不能分心吗？我也不知道这袜子能承受到自燃啊。